好嘅。金马卡紧张，大家都来弄个哦。来，各位长官来宾，有人要倒年糕的进来哦。今天上午哦，手工倒的最后一片哦，哎，加油！两个一起划龙舟，对对对，没错。好，开始。你就是哪个出了力啊？不会偷啦，是啊，我会卡到。你会卡到哦？对，就好像划龙舟一样的。对。哎，对。啊，你嘛不用兵，一样这样，你嘛不用兵。关系到，一只手在底下。好，三等在下面。抓不到那个角色。因为要先熬疼啊。你们台南没有这样啦，哎，阿涵跟阿波去了，阿涵要不要吃？要不要？哎呦，火呀，看吧。你们两个今天买一张乐透，我们这个今年是永安社区发展协会哈第十年办这个全村倒年糕的活动，那我们每一年哈固定在农历的除夕前三天，那会办这个比较传统的农村的过年前的活动。那因为在早期哦，我们村庄里面，家家户都会自己做年糕。那后来慢慢的发达了之后，大家就都买现成，然后老人家会发现说，哎，丁贵太如来如果好家呢，所以我们十年前才开始发起说，村庄的用小盘缸的方式，那社区居民大家自发性的来帮忙做这个年糕的活动。那我们像今年度在昨天就前一天，我们先把20斗的圆糯米哈，先泡水啊，再磨成米浆啊，再把它压成压干哈啊，之后在今天那再开始用这个传统的方式做年糕。那所以永安的这个传统年糕很简单，就圆糯米跟糖跟油就这样而已。那我们经过了一天一夜的这个。这个糯米的沥干之后，今天我们就先用油啊、水，还有把糖煮熟，